我和我妈去地里摘点野菜，明天早上吃。这是刚下过雨的天，很舒服。甜玉米，这儿还有一个桃园，核桃。远处那个是秦岭，很远很远的。这儿就是我们家的地了，我们看一下都种了些什么。这个是我们家种的玉米，下个月就可以吃了。南瓜、秋葵，早上还吃来着。绿辣椒，到秋季的时候做辣子酱吃。旁边呢种的是葱啊，然后就是茄子，这个是大豇豆。我不知道用普通话怎么说。现在我要摘一点野菜了，这几天是这个野菜吃的最佳时候。我们陕西话说的是人喊，因为刚下过雨了，然后它比较嫩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，我可梦不就得了？为自己的脸上心愿上升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。下一个吧。